演胡龙、程刚。28号台裁判员熊雅琴，运动员王海军、刘涛伟。29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石汉清，英国选手马修哈德森。30号台裁判员张欣欣，运动员任翔，菲律宾选手巴塞斯马潘迪。31号台裁判员李勇，运动员李仁杰、陈志颖。TV 台裁判员耿思林，记录裁判员袁一群、纪林慧，运动员陈意涵，蒙古选手安德利格尔胡。现在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3、2、1，开始。陈意涵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收看《三胖蛋大瓜子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巴彦淖尔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张清勇。本场比赛是由画面左边国内球员陈意涵对阵画面右边来自于蒙古的安德利格尔胡。这场比赛是双败淘汰的第一轮次，输掉的球员不会被淘汰掉。比赛限时80分钟，抢七。比赛开始，第一局陈意涵开球。陈意涵，上来开球呢，中袋并没有扎进。这个位置能看到白球左边的方向，刚好有一颗。花色打进之后呢，下方一 K， 但是这个位置明显力量不够啊 ，K 的有点薄。11号啊，有一杆可以尝试翻右边中带的角度。好，翻进之后呢，现在这个白球位置左边两颗不太好处理啊，右边14，有点薄。还是左边的两颗啊，不好打，考虑防守。轻轻打开。再来看单色，上手的话左上还稍稍有点远啊，右边中带这个位置有54的传球。女子球员是受让后一的，这里边还是下方两颗有一点点麻烦啊，7号是不好打的，后面看看2号这边的处理。轻传一杆啊，没有进。再来看花色。
缝隙之间能看到九。犯规。嗯，这个球带来很明显的左塞啊，犯规了。那这样的话，看看啊，可以考虑尝试一个二号球左边的带口。对，把这颗打掉之后呢，上方最后这个七是不用去处理的，作为后移剪掉。这块球主要注意就是出杆啊，不要连击，哎，出的稍微短一点。再来，中单还有的薄，而且这个位置刚好可以轻轻顶一下七号，把黑八再往左上方轻轻 K 一点点。嗯，继续啊，再调一杆。嗯，这杆球要看看白球位置，还是并没有说完全的调到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白球。那打七。加杆啊，低杆往回缩，两边中带啊，有六五。没强球啊，没强球，看看角度。选了一个左上的黄衣，再来继续啊，这个位置的六是可以叫双位的啊，上方红三，右边五啊，因为刚好六是有向下角度的。接下来来看五号球啊，有向上角度，继续，然后看白球往左上叫，挑黑八的右上角，嗯，没有打进中带。再来看一下花色，右下方进一颗，还是不太好处理。这杆球来看，十二号左边可以帮进低杆回来，用十四去挡住上方的八号。打了一杆借力，有这球借力还是有漏机会啊。中带这边五号可以挡。没有打进，没有打进右下方，直接单打还不太好处理啊。这位置是一个十号去传十五，哎，再看这个十四，十四是一颗比较薄的一个位置，嗯，同时也在看下方库边这颗啊。也是考虑到用上方的十二球做一杆斯诺克。Ten seconds， 延时。
还是传球？并没有打进。哎，又这个位置晃了一下，力量够轻，晃带脚进。那这样的话，底带还有的打。再来，继续十四啊，还是高杆一库。这个位置角度叫的稍稍的还是有点大。他想调八号的右上角这个位置，还需要带一些右塞的低杆吃库往左上叫。选了一个两库，看白球，可以。第一局安德利格尔湖胜，比分1-0。Thank you。第二局，安德利格尔湖开球。大力开球，中带有球炸进。这个白球位置红三啊，右中有的打。继续，中带还有五号球。同时再来看看这杆白球的落位啊。中间缝隙能看得到四，继续。这位置呢，带一些左塞低杆吃库向上，看白球点。左上黄一还不是一个很好去调的位置，叫到的话，也是两个花色中间的缝隙。看这个点位，感觉还是有角度啊，不直。
交到右边，再准一个啊！同时来看一下七号的右中，啊，多少留点角度啊。可以用中高杆啊，左下方稍稍蹬出一点点，角度有，继续啊，中低杆左下，八号右下角。再来，准一杆，第二局安德利戈尔虎胜，比分2-0，开球请拍。 Thank you。第三局，陈一涵开球。这个杆开球，哎，左边中袋红三，有球进袋。选球还是好选的，花色右边的11中袋，右下方呢还有单色的6号啊，选球没有问题，啊，选了一个12号，打进过来，看这个白球点位啊，上方两个袋口，底袋，左下方还有10啊，这帮花色的局面是非常不错的。10秒，延时。左下方的十号。再来，这球有些时候就是因为袋口球太多了，好打是好打，但是较位上呢，因为它上方是两颗，然后其他就是在下半台，所以就会稍稍有些距离上的这个麻烦啊，而且中间要避开一些障碍球。好，来看十一啊，下来叫下方球。还有的打13准进啊，白球上去，用低杆左塞的话，右边可以走两库，钻缝隙往上走，上方两个袋口。白球，白球，力量稍微都有点大，这球万一把15撞进就不好打了。
好，再用左上方这颗啊临近的十五号球去调一个十四。继续再来，稍稍带一点右塞低杆出啊，调左下。看八号啊，关键球，打包没有打进。好，再来看单色。找机会啊，利用右边的球去 K 一下边库的七号球，打进弹起，还在走，角度有，带一些左塞的中低杆，持库向上一兜，把这七往上带一带。这个点位刚好是可以去打一杆黄一啊，右上一杆准度，中低杆持库弹起，然后上方七左边二号往下走，也是一杆带了后手防守啊，这样的一个想法，没打进，但是也没挡住。看看这杆一个定点的翻底啊，好，再看单色，无论是左边中带的五号还是上方的七号球啊，都是要拼准度的。没有打进，看白球位挡住，跳球，上方接力。第三局陈意涵胜，比分一比二。谢谢。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震撼胶边，声音小，弹力大，
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振红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杆，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振红。这杆开球没少进，两边中带啊，上方底带都有。选球单侧的话，右边边库七会有点麻烦啊。画侧的话，上手来看一下，左下方有十，中间有一颗十四。打十四的话，需要带一些中低杆，上方池库往下走。Ten seconds， 延时。中带再来啊，继续调。好，继续啊。下方可以考虑把15打掉，再留一个12向上的角度，这球可以高杆往下稍微推一些。打完12之后呢，用左上的9跟中带的14过渡。继续啊，再来看一下十四，啊，这位置还是有点大角度，轻轻一顶，左下底带。稍微厚了一点点啊，没有打进啊，这个位置挡了一个右下，就这个位置你挡住带口，但后面的话也是被红三所制约的，因为单侧的话这个位置不动也是会形成斯诺克，而我自己只要把边库的另外一颗七打掉，就可以把红三当后一剪掉。
白球位，还是不好啊。那就是连养带下，打进的话自然去把红三减掉，打黑八不进停带口。再量量位置啊，八号左边的包边位置。No time for extension. Five. 横向的翻带。有借到红三，白球也没有帮进七。正常单色就打七，叫黑八啊，叫中带就可以了。再来，第四局陈意涵胜，比分2-2，谢谢。第五局，陈意涵开球。中带两边有球进。这个白球在上方，两边的上方底带还没得打，看下边五号右中。好，再来红三，看这位置啊，缝隙之间中高杆可以横推过来，右边有四。十秒。五。四。白球位。三。蹬过来，往上走的位置呢还不算很好，这起角度有点大。
好，下方黄衣，看准度，打进没问题。那直接啊，右上方把七二打掉，四号剪掉，用上方的二号球去叫黑八就可以了。七，看角度，比较直接，低杠往一缩啊，继续留一个二，上方持库下来的角度就可以了。这八下方两边底带都有。左下黑八，第五局陈意涵胜，比分3-2，开球请看，谢谢。第六局，安德利格尔胡开球。中袋有球炸进。这个白球位置右上方有六，打单侧的话直接打六就可以叫到左边的五号下来之后呢，两中有一四，再往下呢红三，至于说左边二号这个位置呢，可以较近一点，较近较成横向的薄球角度就可以去调右下方的七了，然后刚好利用右下的底带七去调上方两边中带，可以调黑八。也是想偷一点点位啊，增加一下向下的角度，但是呢左上没打进，没有打进花色。5-4-3，七的左下是没有的，上方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四号。
打过来，打过来没有完全挡住袋口这个位置的话，花色的十三右边可以先帮一杆啊，传进九号球，底杆往回缩一点点，左边继续用十五的左下底带再来去过渡。这个时候呢，就去考虑一下白球角度，然后去协调一下其他球。虽然七挡了一点点袋口，但这球并没有完全挡住。啊，这球白球往右下走的有点多啊，左下还有点角度大，可以再调一杆。十五，这杆看想法。白球吃够从左边上去，那右下方还有两颗十号十一个带的右下角，但这个角度会有点偏大。偏大的话，想要吃够避开十往左上方叫的话，需要用右塞高杆才可以。出杆还有点麻烦，这个球打起来有难度。直接包，看白球上来顶一下，顶一下有一颗十二，还是要看这个左边啊，左边还是有点麻烦。后一啊，只能减掉一颗。十一号准度，往左边走的还稍稍有点少啊，看一下十号打完之后，这个八号的右中啊，有角度有点大。对，中段不好去校位，就往上多走一些啊，同样去调底带。啊，有点身材球。十秒。没打进。再来看单色，右边中带岩石，好，左边再来继续。最好是可以先处理一下边库这颗二号，这就会稍稍有点麻烦，也就是在叫黑八之前，最好是先把二号打掉，推的有点轻了。
两过起来啊，叫到了四，拿四号的右中呢，再调一杆。看一下这个白球，再低回来。比赛时间已过半 ，half time passed。有点远，要看准度。没问题，啊，再推。轻推弹起，再拼一杆。第六局，安德里戈尔胡胜，比分3-3。Thank you。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第七局，陈意涵开球。这个白球位置左边黄衣七号啊，单色是比较好选的。那么有后一在右中上方的五是可以不用考虑的。如果别中带下方还有一颗四，后面可以调一个向上中带花色的接力。10秒。延时。好，先选球。发力的三库啊，这个点位来看一看啊，下方球角度还稍稍的有点不太合适啊，左边这个黄衣，那么右下方红三，这个角度还是有一些偏向画面左边，可以拿六再调一杆，调一个合适一点近一点，然后把红三打掉，这边呢可以考虑去打四中带右边接力。直接看了眼二号，看白球想法，
因为这个位置有斜向角度，右边是有机会可以 K 球的，也就是解决八号的近带问题。好，顶到，顶到之后这个点位，只能是右边四号接力了。并没有打进，还是因为这个位置啊角度问题，叫的稍稍直一点会更好借啊。现在花色左下十，轻推推下，轻推推下，需要去再准一杆啊，把下方的示意打进右下，然后看这个角度，目前来看还有点偏直，偏直最好调的就是左边的15了。要拼吗？左边15号，上方直接12的右上还不太好打，所以12号选其他带口。10 seconds， 延时。打得太厚没有打进，看看有没有漏球啊，尤其是右上的六。还是漏球了，右上方有些过，有这球四的右中还不好打了。右下方来看红三，十秒，没有延时了，没有用了，确实用了，上面记了。五、四、三，换球了，黄一，没有打进。花色左边15。
低回来，低回来，这个十二号还是一个向上角度啊，白球上方需要继续的吃空往下走。对，看看位置，九还不是一个很好去调的点。好，来看白球，高杆三库，然后再弹起。交到没问题啊，看角度。好，继续啊，中高杆，一库弹起，再看看左下。右中啊，右底选一个带口，右下方再来，第七局安德利格尔胡胜，比分4-3。 Thank you。第八局安德利格尔胡开球，继续有球炸进啊，看白球。好，这个点位的话，左中有黄一啊，右上带口有二号，再来，最好是可以直接把右上方的七打进啊，这球会有点难打。10 seconds， 延时。打进，那么再来继续啊，二右上，然后中间这边有六，下来之后呢，调右下方底带是问题不大的，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在看的中带的四号，
也是最好叫一个斜向的横切角度，这样会更好去调黑八或者调下方球，叫直是不好去用力的，叫成薄球呢就正常打进，轻轻就能弹起。也在量下方的五号，10 seconds。Five。叫到这儿的话，中带翻还是下方的一个五底带啊，都是一个大角度。已经在看这个翻带之后白球从右边缝隙下来的一个线路了。好，翻进，可以，再来继续啊，推两库起来，同理叫黑八右下，走的稍稍有点过，需要准度。没有打进停带口，那花色上手还不太好打。他没有犯规，八号球是在前面的，属于同机。你想看监控是吧？行，暂停一下。调监控，朋友。对。你看。是同机是吧？嗯，你来这儿看一下要不？而且他的八号球在你的球前面要半颗多，我刚特地去那边看的。啊，也是对这个球有一定的争议啊。有可能是那个八号球打得太薄了，然后所以就对。而且那八号球确实在前面，我特地上你这边来看的，在前面超过半颗多。同机，然后主裁判和记录裁判，而且都调监控了，然后是同机。
挑杆。双下的话是送给了对方一分。第九局，陈一涵开球。开球时机，一粒过线不够。下方一颗球也停到了袋口，选球好选。选球，右边中袋。来看这点位啊，两边中袋还有，这里边最麻烦的就是上方的六号了。看白球过来，五号球看不到啊，那左边继续再来，顶开。顶开之后呢，右中现在是单打没得打的。右下方这个球底带也稍稍的有点角度大。传了一杆，传了一杆之后呢，三传，但中间这颗四呢，现在又是贴到了花色。这回打起来就会比较麻烦了。
来看花色，打进上来，看右下方是要借力，十二号好接力接近，左边一顶出来一颗十三号，角度会有点大，这球可以考虑先上去了，走个两库挑一个九的左边中带，后面十一可以挑右下，左下方没有打进，10 seconds. 延时。再薄，右边 K 球，这个位置要拼一个准度，同时左下方这个十一还挡了一些带口。看看白球，强行的低杆，白球，小了，想要调左边的中带，低带，挡带口。看看考虑帮进啊，之后白球放一个位置去做一杆防守，双下好球，安德利格尔湖上比分5-4，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 time out for5 minutes， 5分钟。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夺荣耀，用天药球杆化一切为可能。注重打杆，选奥斯本兹。趁手的兵器借老夫一用。此杆甚好。苍天化戟，掌玉在手，好球就有。果然是好杆，能打好球啊。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正红胶边均匀回弹，铸就一流打杆，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正红。中式台球冠。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安德利戈尔胡牌球。来看一下选球左上方单色，看白球想法啊，这球倒是5号有一 K， 从里边勾到的啊，不是最好笑，最好是横向能够顶到，把这5撞到袋口附近。那现在不好攻了，来看啊，这5号球稍稍打后一点点，轻轻弹起，主要把左边最好打的十一给挡住，做一杆防守。10秒。直接拼了一杆七啊，连仰带下，不进停带口，啊，这球打很准啊，力量稍稍有点轻。10 seconds， 延时。
10 seconds. Five. 来看一下右边，薄一杆，白球上方贴库边。放这儿单侧还是不好打。十秒。再包下来一颗，继续挡袋口。上手的话，花色这个位置，十一左上。中袋左边的十三有点麻烦，左下被挡，只能打左上。下方十二号呢，二六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右下，这球还有点不太好处理啊。前面还是不要太着急去进攻。继续。中盘控制，上去一颗四，这样的话还漏了个机会，但这球。单色还不太好处理，同理啊，把四打掉下来，你红三现在你中袋不太好打，能够看到的位置也是一个比较薄的向下走的角度，还有下方的六。拼了一杆，但是没打进。没打进，现在这个花色也不好打，中袋的九是被撞了下来的，右下底袋被挡袋口，啊，再借你一杆，没吃库，犯规。自由球。直接上手要打红三，加杆打进之后呢，刚好右边有一颗六号。十秒。五、四、下方打进，十秒。
二号球。四。顶了一下八号。这个球来看啊，右边中带打进四，下方七，可以继续调黑八的左中，但是要最好留点角度，就是打七之后呢，白球要往左边走，让过十四，不要贴库。无论你是高杆推出来，还是用中低杆横向蹬出来啊，要避开十四号，往左边多走一些。延时。轻推下，那么左边中带，也是一颗关键球啊。打进第十局，陈毅涵胜，比分5-5，谢谢。第十一局，陈一涵开球。中带扎进。距离比赛结束还有4分44秒。这个位置的白球左边，来看一下啊，有颗二号的中带，还有左下花色底带。下方看准度，打进弹起，直接可以把右下方15打进，然后呢中间过渡一杆中带的10下来之后呢，两边的9跟14，上方这颗离4比较近的12号剪掉，这盘球同时要看看时间啊，时间的使用程度，如果这杆球尽量的把时间消耗掉，留到一分钟以内，以一分的优势去领先10秒啊，延时，这样的话这场比赛获胜的几率就会很大。
选了一颗十号，准进。啊，再来看右边，十五。确实要小心啊，这个袖子的位置不要碰球。五四，打进过来，再调一杆啊，继续九号钻缝隙上来，十四，打进叫到黑八的右下，这一分很关键啊。第十一局，陈意涵胜，比分6-5，开球清台。谢第十二局，安德利戈尔湖开球。中带扎进，而且这杆球要加快自己出杆的速度。单色薄，打进。白球尽量的少去走多库啊。这样的话时间会短一点，不然时间都消耗到这个白球弹来弹去的这个线路上了。犯规，交代了，本场比赛结束，陈意涵胜，握手了，6-5。那这样的话恭喜陈意涵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来自于蒙古的安德里戈尔湖需要去拜步突围，下场比赛14:00开始，稍后见。